嘉义县警察局首届青年妇幼安全美电影比赛，金奖由郭正亨以《恶梦》为题获得。嘉义县中正亮特别来颁奖。嘉义县警察局借由美电影传达妇幼安全，以受害情景引导，传达暴力为社会所不容。希望在主题是美电影，唤起民众自我保护的意识，以及会当受到保护的管道。嘉义县警察局首届少年妇幼安全美电影比赛，金奖由郭建兴以《恶梦》为题来获得。嘉义县长王宗良特别来颁奖，并颁予最高奖金加荣耀。银奖是人类研究社其实当奖六家影视团队红果的游客，家族有韩启东以及爱在普中。获奖的种类团队一一接受到县长的奖励。举办少年及妇幼安全的微电影比赛，那这次参加的实际上很多的国中生跟学生来参加。那实际上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啊，我们这些学生啊，可以啊针对不安全的面向啊去了解，进而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也会有些同理心，包括发现到实际上很多的被受暴或是霸凌，或是一些毒品的危害，实际上对人体是很大的。所以我想这样的拍摄过程当中，本身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教育过程。所以这次恭喜啊，所有得到微电影啊这个得奖的好朋友。该馆长王宗良表示，在科技年代，影像传播会用的兵役进入该馆警察局，借由微电影拍摄，传达妇幼安全，以受害情景来引导，传达暴力为社会所不容。希望在主题式的微电影透过自行拍摄的影片，成功传达控制校园的霸凌、毒品、家庭暴力以及性暴力的观念，唤起民众自我保护意识以及能受保护的管道。谢谢新闻蔡文东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从今年11月1号到明年2月6号，来嘉义市消费，取得发票不限金额品项，打开 LINE 好友登录发票，就能换积分抽大奖。每1元积1分，500分获得1个抽奖机会，1000分获得2个，1个人最多可取得20个抽奖机会哦。积分除了抽奖，还能参加加购王争霸赛，神秘好礼加码送。消费越多，等级越高，更有特色主题周，专属线上商城，助你冲积分、拼升等。此外，在活动期间入住嘉义市特约旅宿，可获得600元加油金，现领现用，轻松购。嘉义市购物节，吃喝玩乐拢在嘉义。